下面请您欣赏摇篮曲，表演者孔云龙、李云杰。非常感谢大家啊！刚才是我的老恩师，还有于谦老师，哎，跟您说表演一大段，说这么一段，逗大家伙前仰后合，高兴，大家伙这么开心啊！诸位光临我们德云社，愿您每位观众朋友都是开开心心、高高兴兴的。是，那可不是吗？嗯，人家我老恩师，我们跟人家这都比不了，我们差远了。这是徒弟，对，跟老恩师差太远了。哥俩一上来呢，不少站起来上厕所的，这个。反正真的，你这个演员是比较利尿啊，这是啊，小名叫车前子是吧？啊，其实可以理解，嗯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诸位，您都是捧角，哎，今天是我老文师的这个专场，对，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，赶紧的就去，赶紧去，啊，你说不了多长时间呢，然后老文师就上来了，哎，是，您回来之后没赶上，少听两句，感觉缺点，哎，对，对不对？您去厕所没关系。不愿意我们的衣食父母啊都是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，哎，你说人活这一辈子，嗯，开心快乐身体健康，这都是活给自己的第一位的，那可不是吗？来了这么多的好朋友，嗯，什么身份都有，您给说说啊。比如说有同事之间的关系啊，那肯定有啊，上这儿来哈哈一乐的多高兴啊，可不是吗？比上外边喝大酒去强，是，嗯，还有好多，比如说这个好哥们好兄弟啊，那更有了，闺蜜，闺蜜，对不对？有，嗯，还有这夫妻两口子，哎，对不对？小两口一块上这儿来，哈哈一乐的，嘿，多好啊！你瞧瞧，嗯，刚才我劝人上厕所就这么灵验吗？我发现我的嘴可能是开光了。我要不说这句啊，你们啊不上厕所。我一说出这句来，怎么那么利尿啊？呼啦超头里这一片基本上快空了。啊，祝你成功啊！成功啊，祝你成功啊，哥，一切顺利啊，顺利的，哎哎，那边，哎哎那边，你看不少，哎呀哎呀，没事，美女，去啊，女厕所在那边呢，你还真熟悉这个，玩笑，哎，开个玩笑，还有没有去的？有，好家伙，太利尿了，我们确实是上这来，好朋友带着父母上这来的，我看也有上了岁数的，是，这应该提倡这个，嗯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咱们中国呢是个文明古国，哎，礼仪之邦，百善孝为先，对，那个，你看看，慢点哈，这慢啊，你看这俩小姑娘，你看，嗯。真的，百善孝为先。对，父母要是过高兴了，做子女的就更开心。确实有点尴尬啊。嗯，没关系，我们也习惯了，也是习惯了啊。大型的演出，我们这就也习惯了，经常都很习惯。哎，没事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着，你还跟我白，一家三口一块儿去啊？好家伙了，你这。真的说明我们真是利尿，哎，太利尿了，是吧？一家三口组团，我劝啊，诸位带着父母上这儿来，哈哈一乐的，真的好，好啊，是这是啊，不去厕所更好啊。还有很多的朋友，你看，大部分的一对一对的都是小两口，夫妻两口子，夫妻两口子，哎，一块儿上这儿来，哈哈一乐的，也挺好的。有小两口在这儿带着媳妇儿吗？啊，带媳妇儿，嗯，哈哈一乐的，有没有也没有关系，带别人媳妇儿来，哈哈一乐的，是不是？带别人媳妇儿。我认为都很正常，您呢？拦您清谈，您净瞎说。您这瞎说哪儿的事儿？这么咱们师傅专场，你在这胡说了，这是胡说。你拿今天来说吧，啊，嗯，这骑满坐满这么多咱们的朋友，没有一位带别人媳妇来的。这不都是带哥？你要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你应该考察一下，应该问问那那个部分没有带别人媳妇来的。要不说咱这是一线城市。那这太开放了，哎，真的，太了不得了，哎，咱们诸位可能也有玩笑，咱们调查一下，可以问问，问问，捡着头来的吧，是不是？嗯，这咱们都比较清，这哦，这二位是哦，好过，嗯，过，哎，我说这哥有点，你有点虚啊，你啊，我说调查一下吧，这哥，至于吗，哥？啊，不至于。对不对？大大方方的，大方方的，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。是，咱们大家伙坐在这儿，今天晚上就跟一家人一样，哎，都是朋友，哎，开心快乐，对不对？咱们就是聊天嘛，说相声不就聊天嘛，是不是两口子呀？不是，不是两口子。哎呦，哥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我说他刚才都捂脸呢，不是两口子啊，破案了，是姐弟是吧？啊，这叫一家人，
是不是？这都好事吗？哦，一家子，我刚才也说没有一家人一块上这来的吗？你边上是哥，你是给我暗号啊，还是什么意思？我说我刚问着，是给我暗号啊？什么？是两口子吧？是吧？哎，你看这两口，哎，两口子，多好，都有夫妻相，能看出来。两人在一块儿肯定时间也不短了，是啊，那个我都看出来有夫妻相。你们结婚得有60多年了吧？啊。胡说八道，那两口子挺好的，哎，幸福哈，是两口子住，又回来了，凯旋归来了是吧？哎呀，呵，热烈鼓掌欢迎一下，掌声鼓励，朋友们，哎，太好了，好，哥，一切都顺利吗？顺利啊，是吧？挺好的，成功了啊，成功，哎，真的，那两口子嘛，挺好，两口子祝你们俩真的幸福，哎，好吧，祝您幸福啊，幸福啊，好，不是两口子，祝你俩平安哈。玩笑，人家姐弟俩，人有同事之间的关系，哎，是不是？哎，人家老公人出差了，是不是？自个儿老婆人出差了，人闲着没事儿，是不是上这儿来？关系好吗？哦，很正常。哎，这是正常，愿意大家伙开心快乐，让您高兴，其实就是这个意思。无论是一家人，还是同事、闺蜜，还是好朋友，哎，愿意大家伙都高高兴兴的上我们这儿来。你说我们哥俩在德云社没有那么大名气，我们都是小学员，真的没有那么大的味儿。对，好多朋友可能都叫不上名字，根本就不认识我们。有熟悉的啊，他们喊他叫什么？啊，有小部分观众朋友嘛，就认识咱们哥俩，有一丢丢可能认识。哎，可能有时候开玩笑的时候，舞台上啊，有的朋友可能有点不好意思。是是，其实没有那关系。明星大腕儿行，我师傅跟你们要是一互动一什么，你们可高兴了，可高兴了啊！我们这心里边也虚。哎呦呵，虚，老怕您打我们，因为咱们北，当然了，那咱也不怕。来您请谈，怎么？我跟你说，我在这儿，我什么我也不怕，真的。我跟你说，我在北京，我都有命案。对，我跟你说，不，哎呦，这可不能瞎说，这个。这不能瞎说。你这在北京什么？有什么？我都有命案，我不怕。您有什么命案？我差点让人打死。什么命案的这是？我也敢说话，真的。我认为当今这个社会，一线城市嘛，确实很开放。一个男士带一个女士来，哥，你这就是绅士。绅士，哎，一个男士，你要带三个女的来，这就是战士。我很一个男带五个女的来，这就是壮士。壮士啊，四个男的，一个女的没带来，那这就是道士。道士，哎，道士，好好修炼也挺好啊。好啊，您总结的真精辟呀！啊，好啊，开心高兴嘛。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，咱们大家伙熟悉熟悉。哎，宝琴，没准在下一次专场，还有我们哥俩，您诸位又光临这儿了。对，能叫得上名字来，作为演员来说，心里面还是很开心的。哎，啊，特别高兴。您可以介绍了，您在陆续的上厕所已经回来了，现在啊，陆续已经入座。简单的吧，简单做介绍一下。嗯，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，我叫孔云龙。嗯。看得出来啊，您。嗯。有点尴尬，我觉得很尴尬，这是啊，没有那么大名气啊，很尴尬，稀拉拉，没关系，这稀稀拉拉，重新再介绍一遍啊，哥啊，重新大哥，重新再介绍一遍啊，嗯，这喊哪？听你什么就喊好啊？这是，大家好，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，我叫孔云龙。哎，兄弟，确实尴尬。我看后边这一般什么动静都没有，愣要掌声，还有那个不鼓掌的，你说还有不鼓掌的？到我这，再来一遍。大家好，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，我叫孔云龙。啊，三次了，三次，朋友们啊，就这么不给面子吗？三次了，让我逮着三次了都不鼓掌吗？三次都没鼓掌，非得让我点名吗？点吗？点。我可不客气了，别客气，我在北京我都是有命案的人。别瞎说，我说我可不客气了啊，两边的工作人员，你说你们白听相声，你们也不鼓掌吗？对不对？咱就说带牌的那位大哥，别这看我 come on， 哎 come on， 感谢这位大哥无声的鼓励，嗯，哎，对不起，谢谢大哥，哎，祝你开心快乐啊，好，开心快乐，嗯，那边4个，嗯，4个。感谢边上这几位无声的鼓励，
我这么不给面子吗？对不对？咱们算是一个单位的，一个单位，互相这都得捧着来，你知道吗？真是太不给面子，哎，人花高价钱，人买的票，人都给面子，对不对？那是啊，哎，嗯，应该捧着来。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吧。呵，终于到我了啊啊！这是我的搭档，哎。介绍完毕。对，我们两个人呢，给大家伙表演的，啊，心里特别的开心。说了半天，到我这一搭档就结束了，是吗？啊，可以了，哥。怎么呢？可以了。我刚才介绍完我之后，我都给你铺好了道了。那么尴尬的场面，你没有发现吗？尴尬。我介绍你，你说你得多丢人呢？我怎么丢人呢？我介绍完你之后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没有掌声，没有尖叫声，没有呐喊声。你说你丢人不丢人呢？对不对？不用试，我刚才都铺好道了。你给谁铺好道了？你啊？我都给你铺好道了。我用你给我铺道啊？咱俩是搭档，没关系吗？我。今天来到这儿了，全是朋友，我还真不怕丢人，对不对？您给介绍介绍，没关系嘛，都是朋友。哎，真是你一点你不知情啊！我怎么不知情？还没介绍完，你跑两位，你看没有？你看看，哎哎哎，兄弟，我们挺好的。真的，行，哥，你要舍得死，我就舍得埋。这都什么话？这是我替你托付托付，哎，托付托付，哎，朋友们。德云社有史以来啊，大型演出最尴尬的一刻马上就要诞生了。让你们感受一下啊，隆重介绍一下啊，这我的搭档，他叫李云杰，我们俩，谢谢，谢谢，至于吗？给你们多少钱呢？治一个捧哏演员啊，治愈的吗？你听，再来一遍啊啊！大家掌声的意思让你去死啊！我要是死了，你就成孤儿了。什么玩意儿的？你是不是想继承我的衣钵？你有什么衣钵呀？就您这大褂衣钵，嗯，就您这大褂脱下来，给我改个内裤，这是啊。还一波你这，哎，什么一波，啊？看看把大哥气的，哎，跑就出去了。这，啊，你看，哎呀，知道一提李云杰，嗯，确实好演员，一般，真不，您这是客气，真不是客气，真的这是客气。嗯，在德云社随便你找位演员，你一问李云杰，那在后台来说太通人性了。对，他呀，通人性，就这个演员啊，哎哎，啊，我是狗。你别糟践狗，嗯，啊，这叫糟践，多可恨的这演员，不是糟践狗，不要拿狗开玩笑，狗是人类的好朋友。这，我夸你的，我喜欢那个比熊，我什么比熊啊？你哪的事儿？我这那叫通情达理，通情达理，夸你好，您没说到点儿上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好多朋友确实是都很喜欢他，是吧？因为什么？这人平易近人，一点架子，哎，脾气好，生活当中啊也比较善谈，是好人缘，好聊。嗯，好多观众朋友说在马路上碰见他，跟他聊什么的。哎，都特好，夸他，嗯。今天我来的时候，路过那个票房门口，嗯嗯，还有一个小姑娘，穿着汉服。哦，汉服，我也不是坐哪儿，就是人太多了，挺明显。还问你呢？啊，问我？哎，还问你呢？小姑娘岁数不大，我估摸着刚二十冒头，也二十冒头，哎，长得特漂亮。嗯，到门口那就问你，怎么问的？今天有没有李云杰？你瞧，真可爱。哎，要几张票啊？我就问问今天有没有李云杰，多着急，孩子问要几张票，现在票不多了啊。哎，我就问问今天有没有李云杰，迫切呀，孩子，你今天有李云杰，哎，那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哎呀，有脸人就走了，不是有我倒不要了是吗？叫人去了，干嘛要打我是吗？哎，叫朋友一块来看你，一块来听。您倒说清楚了，主要人是来捧咱们德云社啊，这倒是。哎，喜欢咱们德云社，咱们有德云社这个光环下，嗯，对不对？给大家伙表演，这也是好机会。太好了，这么多的好朋友，好几千人，有啊，咱们都得好好演出，格外的得卖力。是啊，真是，你说相声演员也不容易，嗯，怎么呢？两大小伙子往这一站。把您诸位逗乐了，真挺难的，太难了。四门功课，大家伙都太熟悉了。四门功课是说着简单，四门功课嘛，嗯，吃说学逗唱，是说学逗唱，差点就说对了是吧？对了，怎么头一个字是吃啊？啊，秃噜了，说
说学逗唱。哎，对，这对了，四门功课。嗯，哪门功课都不容易，都难着呢。拿我来，我认为说挺难的。说怎么难呀？嘴皮子得干净利索呀。嗯，演员往这一站，嗯，你看这么大剧场，呵，无论您坐在什么地方，哪一个角落，每一个字都得送到您耳朵里面去，都得让您听得清楚，让您诸位都得听得真真的了。嗯，台下的我们的琴家练习这个嘴皮子，哎，嗯，背一些贯口类的作品，贯口的，嗯，都有什么呀？比如说地理图，哦，地理图是。八扇屏，哦，这也是。三节会，嚯，报菜名，报菜名。哎，对了，这都是练习相声演员嘴皮子的，哦，贯口的。哎，一些个作品。好啊，哎，嗯，您说了半天，您成吗？当然可以啊。是啊，哎，咱们都是打小学的嘛。哎，通过咱们这么多好朋友，在这儿您来了，我们检阅检阅，检阅一下，啊，行，在这，哎，随便吧，那来一个报菜名吧。啊，再来来，让我们的衣食父母检阅一下，看咱这个嘴皮子干净不干净，利索不利索。好啊，好不好？简单的吧，咱们就好，好，简单的。头一道菜，这是蒸羊羔，真清楚。清楚不清楚？我就问清楚不清楚。可以，挺清楚。您往下来，蒸羊羔，嘿，丹田气也得足，知道吗？拿气都得拖着。行，听您这念头，一时半会儿咽不了气，这是啊。往下来，蒸羊羔，不，这厨子把菜上重了，是怎么着？这半天就一蒸羊羔吗？嗯，听清楚。您往下来呀，啊，蒸熊掌，蒸鹿眼儿，烧花鸭，烧雏鸡，烧子鹅，卤猪卤鸭，酱鸡腊肉，松花小肚，晾肉香肠，什锦酥盘，熏鸡白肚，清蒸八宝猪，江米让鸭子，罐野鸡，罐鹌鹑，卤什件，卤子鹅，山鸡兔脯，菜米鲮鱼，清蒸哈什马，有红丸的，红丸的，白丸的，南煎丸的，四喜丸的，汆丸的，新加丸的，鱼脯丸的，疙瘩丸的，豆腐丸的，嗯，樱桃肉，马牙肉，一品肉，栗子肉，坛子肉，红焖肉，黄焖肉，酱豆腐肉，嗯，晒卤肉，炖肉，黏糊肉，糊肉块肉，酸肉块肉，烧肉烤肉，大肉白肉。呵，嘴皮子必须得干净利索，真棒啊！你还别说，啊，饿了，哥，点个美团吧。美团吧，哎，经济实惠，你知道吗？真不错，我还真服你三哥，这嘴里汤当当当好几百对，对，一气呵成，脱肛而出，一点都不费劲。这什么演员？那是你，我说这怎么？那是你，我是脱口，我也是脱口啊！你还到他这儿摘好了？哎呀，哎，真可以！就是，嘴皮子嘛，必须得干净利索。哎，啊，你嘴里面有问题，你说不了相声。什么问题呀，啊？比如说口吃，口吃，哎，大舌头，嗯，咬舌见舌，哎，连片子嘴，这都说不了相声。这肯定是不成，对不对？结语，结语，你说了相声吗？哎，咱们有俗称叫结巴磕子的结巴。哎，结语说不了相声，甭说相声，其他行也有来不了的。您说。电台的播音员，播音主持，诸位，咱们大家伙应该都听过。嗯，电台里的播音员说话吧嗒吃蹦豆似的，干净利索，嘴皮子干净利索，嗯。你看哪个电台的播音员嘴里有问题啊？是个结语，嘿，那不行，没有，耽误事儿，还真没看见了。你比如说到点了报时吧，啊，报北京时间，每天必报的。嗯，咱这位播音员呢是个结语，哦，结巴啊，钟一响，嗯，梆梆一响，呵。不，他得贼着那点啊，得看着呀，准时准点你得报。当然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你要下蛋是怎么着啊？我要下蛋。不是您各位瞧，您这找窝来了是吧？啊，找窝。我发现这结语的朋友都是急脾气啊，急脾气。哎，你越着急，你越说不上来。他也得着急，也得报点嘛。哦，准时准点你得报时啊，得。哇，急脾气，得看着。刚才，呵，哎，最几点？八点半。八点半了，哎呀，全过去了，全都耽误了。那还不耽误了？啊，甭说，这电台的这播音员了，还有什么？电视台的主持人。嗯，
我那要求更严格了，严格要求，要说比较标准的，最标准的那得是央视，嚯，央视新闻联播的主持人，咱们中国的名嘴啊，了不起啊，甭说嘴里有问题，一个字都不允许念错，念错一个字那扣钱的，那得对，受过很严格很残酷的训练，嗯，他们派着上马路上采访的主持人也是专业学校毕业的，呵，受过很严格的训练，那都专业培训吗？马路上采访主持人，嗯，就要求不严格，不行，你嘴里也有问题，也是个结语，嗯，你拿着这话筒，咱就说上马路上，咱采访去，采访谁？采访，咱比如说就哪位，就穿黑色衣服，就这美女吧，哦，美女，哎，冲您一鞠躬，哎，跟您多客气，您看，又来了，您好，哎。我呢，耽误您三十分钟时间，哎，采访您两分钟吗？我大妹。人受了受不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下班您等着他，大哥大姐啊，等大哥一块儿的两口子，这是、啊、人什么事儿全都耽误了，全耽误这方了，那可不是吗、嗯、你结语你说不了相声，你看我老家，嗯，我不是咱北京人啊，您是？我祖籍是河北，河北也是好地方，村里边还河北哪里？河北垮县撇村，对，垮县撇村，这是好地方。我有一个哥哥啊，是我亲叔家，我这哥哥，哦，就是这结语。哦、啊，就想说相声，嗯，为什么？我兄弟在德云社呢，哎，对不对？让他给介绍，说相声多好啊，逗大家伙开心。对，我拦着我说你说不了，这肯定是干不了。前日我回家也是在马路上碰了，嗯、啊，我说哥哥骑大摩托车，你们那边都骑摩托吗？反正代步工具吧，代步工具吧。哦、啊，您也骑过这个木兰什么的，就不要再加戏了，不要加戏了，啊、就说骑大摩托。嗯特快，嗯，哎，骑大摩托，呜，这是他的风格。我碰见了呢，我得打声招呼，得说句话啊。哎，我说哥，嗯，干嘛去？这上哪玩去？这是上哪去？嗯，骑大摩托倍儿快，嗯，拐弯了，过去了。哎呀，你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到最后我也不知道干嘛去，没听说什么。哎，你说。他想说相声，那肯定是不成的。你说了相声，这嘴可不成，干不了。我了解他，嗯，我说哥，你说话你嘴不利索、嗯，你脑子好，是你脑子快，你呀自个儿呀干个买卖。他能干什么买卖呀？你卖书去。您呢？你自个儿单干，哎，卖书去，哎哎，知道吗？别给人出这瞎主意了。你脑子好，也行，您别说了，您就这嘴给卖书去当售货员更不成了。售货员不行啊！刚才我说单干，怎么单干呀？单干自己个体户。上外面你就卖去，挨家挨户你就推销去，推销书，拿书你就推销，嗯，帮一敲门，人出来之后你就跟他聊，怎么聊啊？您好，嗯嗯，我是卖书的，哦，你看我这什么书都有啊，哦哦嚯，你。你看你是自己买一本回家看，还是我挨篇给你念呢？对，哎呀，我说他肯定买一本，你缺德不缺德？肯定买一本，我告诉你，哎，这一本书念完了，您都头七了，知道吗？这么说话不是您这好家伙，就您这挨字蹦啊，这个啊推销的蹦，就是给出个主意，您别出这主意了，就是出个主意，嗯，就说什么呢，还说相声啊确实费劲，哎，嗯，费劲，嗯，你看我们这个说相声里边大舌头，嗯，这也不行啊，那肯定说不了，大舌头也说不了相声，嗯，你看我们相声界有那么一句话，怎么说？合格的相声演员必须把这句话都得说清楚，哎，那您给大家介绍介绍特别简单的一句话啊，说话二百钱买一小猪，滋滋喝水，嘎嘣吃豆，接着墙头扔过去，滋的一声，您猜怎么着？嗯，死了，干净，特别简单的一句话，就那么利索。哎，对了，嗯，你要大舌头，你说这个不成，也可以试试。
试试。大舌头这怎么说呀？费劲啊！您来来，学一学。大舌头说刚才这句话。嗯。嗦、嗯。您等会儿。啊？不是，是说呀，还是作呀？作。说。这还这还、嗯、说。作还是作？花日本钱买一小猪，这真和水光蒙蒙吃着。哎呀，这天老冷的，这人生你还枕着？枕着？洗呀、啊！洗了，不行、哎，洗了。你把没用的字儿剔除掉，几乎没字儿了，根本就没听明说的是什么。啊，这大舌头啊，咬这儿化音呢比较费劲，咬不准啊。你看有这么几个字啊，叫针尖儿鼻管点儿跟眼儿。哦，这几个字。哎，对了，针尖儿鼻管点儿跟眼儿。哦，这都是儿化音。是，大舌头说不清楚。这大舌头一说呢，遮脚薄果屌个咬。遮脚薄果屌个咬。哎呀，越来越可乐了。哎，儿化音呢他说不清楚。嗯，数目字二。二呢？你看。哦，哦，哦，哎，手表，咱们戴的啊，这个什么？就这手表啊，那叫表带啊，表带呢？表道。哦，表道。哦，啊，表道。哦，嘿，对不对？搅不清楚。哎，对了，这是说不清楚、嗯。你大舌头，你甭说这个说了，咱就说唱。哦，唱呢也不行，唱也不成。哎，对了，嗯，唱也稍微的差那么一点。你这唱什么了分？对了，您唱小曲小调，嗯，有的民歌，这是。咱就说一个难度大一点的吧，嗯、比如说有个对花哦，嘿，我这我听过，东北的小曲小调、嗯、对了，唱的特别俏皮。对了，对花你看他一唱那个里边还有打嘟噜，有一唱都这。您给学学这对花、就是、我们听听。唱这对花民歌、啊、民歌、嗯、看这打嘟噜怎么打。整的你的月的来呀，开的什么花的啦？整的你的月的来呀，开的梅花。七不隆咚锵咚锵，嘚儿喝仨。八不隆咚锵咚锵，嘚儿喝仨。你看吧，还真好听。你看，所以说，哎，他这个呢，打嘟噜，这个对这个舌头啊，您教教我。要钱呢？这打嘟噜怎么打？您再来一遍。嘚儿喝仨，不是嘚儿，不是那个，不是。喝仨，嘿，还真俏皮。哎，对了，你大舌头唱这可费劲了、啊。要大舌头一唱呢，哟，这难度就太大了。您再给学学，大舌头唱的啊。怎么还要下蛋是怎么着啊？咚咚咚咚，我这个开什么花子？咚咚咚咚，我这开什么花？我你要咽气是怎么着？起不隆咚锵咚锵，得得得得啥？什么玩意儿？不行！哎，得，哎呀，费劲！太费劲了，这个。哎，这说呢，甭说这个，咱们民歌了、嗯，流行歌曲，歌曲呢也有什么？你比如说，咱挑一首我比较喜欢的，普及的，普及大家都知道，大家伙应该都熟悉。对，汪峰老师的哦，什么？哎，叫《北京北京》。这大家听过吗？太熟，这因为这一个老歌曲、哦、啊，北京北京，你大舌头你唱得了吗？大舌呢？这里边其实没有二话音，没有打嘟噜，他唱的他也费劲。那您给学我看看这怎么意思？大舌头，你要唱北京北京北京，嗯，各位啊，注意啊，别吓着啊。这是吃主，谢谢，谢谢谢，哎呀。等我就在这里的每一张，我这心里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，突然发动机的轰鸣和坚持之音，我就不要再唱了。不要再唱了，不行，我们都要去厕所了。这是啊，好家伙，费劲呢！哎呀，你要正常唱就没有这么。要原唱，您给来两句。那么唱确实太难受，太难听了。我在这里欢笑，也在这里哭泣；我在这里活着，也在这死去；我在这里祈祷。
也在这里迷惘，我在这里寻找，也在这失去。北京，北京，对吧？好，还是，反正唱这个他不费劲。哎，真好。咱们是相声演员，哎，学呢，只不过就学人一点皮毛，哎，简单学一点，好，哎，简单学，观众朋友还比较捧。是，其实这个唱这个东西，不光在限于舞台上。咱们生活当中到处都有，您给举个例子。咱比如说，你看在座的很多的年轻的妈妈啊，他们都养过小宝宝，是人家哄小宝宝睡觉的时候呢，都得唱。哦，我认为每位妈妈就是说唱的不好的，她也学习。你说哄孩子？哎，对了，哄孩子，哄小宝贝儿，那唱什么的都唱的摇篮曲。哦，摇篮曲。哎，我认为这个就很普遍了。是啊，啊，摇篮曲一般都是哄孩子都睡觉的。您的意思，一唱这孩子能睡着了？那很快就进入梦乡。我觉得也未必，哄孩子必须得唱这个摇篮曲。是啊，那可不是吗？要不给大家伙咱表演一回？表演表演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唱一回这个摇篮曲。您可以试试。然后呢，咱们得分一下人物。哎，分角色。哎，对了，你现在就不是你了。啊，那我是？你现在就是我儿子。行。你呢？现在是我儿子呢，我呢就是你的妈妈。你有这么大儿子呢，是吧？给大家伙咱们表演，这不是真的，就是您哄我睡觉。对了，哦，我一唱这个摇篮曲，很快的你就会进入梦乡，是这意思？有睡眠的这种，你还别说，我还真没这感觉。哎，很快会进入梦乡。咱来了，试试。来，摇篮曲啊！啊，你得叫我呀！啊，你得叫我呀，对吧？这我叫你什么呀？那可不是，我要睡觉。对呀。哦，行，我试试啊。嗯，叫你什么？我是你妈呀，你得叫我。哦，我那妈还真是浓眉大眼双眼皮儿，您看啊，啊，妈，哎，嚯，好家伙，哎呀，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啊，好，孩子，你都快发财了。对，你说你这么多妈，每年对不对，给你点红包，你就花不了。对对对，扫一扫，哎，可能刚才这个声音呢不是特别响亮，好，我来，再来一遍啊，嗯，还来一遍，来叫我啊，不许答应了，同志们啊，我好意就是抱着你，好，妈。怎么这还有男同志答应着了啊？不会答应了啊这啊，儿子啊，我这还这我答应什么啊？妈妈哄你睡觉啊，我要睡觉啊，睡觉啊，听话啊，嗯嗯嗯嗯，月儿明，风儿静，树叶遮窗棂。蛐蛐儿叫铮铮，好似那琴弦声啊，琴儿那个响，调儿多动听，摇篮儿轻摆动啊，娘的宝宝闭上眼睛。我这儿子呀，躺在猪圈里了。嗨，我们家脚，我们家这个家庭条件稍微差一点，睡猪圈里了啊？没听说过。配合得很好，确实是。咱们哄孩子基本都是唱这个摇篮，必须唱摇篮曲，必须得唱这个，也未必。他这个旋律比较适合这个小宝宝。您说那轻音乐也不见得哄孩子，我觉得你要不会唱摇篮曲呢，唱点别的一样，只要是唱就行了。试唱就行。对，你唱什么呀？你拿我来说，我喜欢的，咱是身边的最近的京剧。啊，唱京剧，唱京剧哄孩子睡觉，那孩子能睡得着？一样啊，你像我喜欢那行当就是大花脸，嗯，嚯，大花脸，那孩子更睡不着。是啊，嗯，咱来的试试，也可以。这回咱吊一棍，吊一棍，吊一棍。这回你来，我儿子，哎，不吃棍也行。我演你爸爸，嗯，有这反应快的啊，哎，行行行，准备，各位准备啊，那准备啊。我准备来了，来来叫我，嗯，叫，我要睡觉，哎，来来，我要睡觉，不不，我是你什么人？叫叫，哪位带着纸把它捏出去啊？我现在闹叫呢，你赶紧的，什么闹叫？闹叫呢？叫我，现在闹叫呢，叫不出来。我是你什么人？你叫我哄你吗？啊，行，对不对？叫叫叫，嗯，爸爸，哎呦，让您各位受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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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。哎呀，我要睡觉啊！你要干嘛？我要睡觉啊！没听见刚才说的是什么啊？再来一遍，你大点声，大点声！哎，爸爸，你要干嘛？我要睡觉。我的儿子脾气太大了啊！睡觉是吧？我要睡觉。闭眼，嗯，闭眼，闭眼。哎呀，闭眼！你妈出去上班了，哼，夜班。
爸爸哄你不会唱摇篮曲，会唱京剧啊。闭眼，往前站，闭眼。哎，站好了，唱着啊。将将将将将将将的将将，我的宝宝快睡觉，我唱两句若睡着，倘若一时还不睡，孩儿啊，为父对你绝不轻饶，你倒是睡呀、啊、吓死了。这世界很酷。